哇，19-11了，这是胡金龙今年代打的成绩啊！许哲彦上来接替跑垒，这个球点下去，成功的推进了垒包上的跑者。这个球打在一垒手的管区当中，一垒手来接住之后自裁垒包，两出局，但跑者上三垒。这球是不是要一样走比较偏一点的位置呢？还是说要直接塞进去哦？偏低，现在三垒上的这一棒要回来了，要回来了！统一狮队终于打破鸭蛋了。这两天嘟嘟潘威伦引退系列赛，终于啊，在前面16颗蛋之后，在第八局下半，统一狮队得到了分数啊！哇，台钢的投捕之间哦，其实也是很努力想要守住这一分哦，但是最后反而是出了一些差错。